我叫许峰明，今年23岁。我喜欢日摇，可以吸引别人目光，非常的帅气。偶尔会演奏一些动漫的，我会加一些很多属于台湾乐手拥有的五声音阶在我的音乐里面。而且，我觉得很好奇的是，你那个毛巾到底是干嘛的？擦手帕跟擦鞋。好，我想说你是挂在那里到底是干什么？我觉得真的有点太炫了啦。你可能换一条好看一点的毛巾。在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真的不要选太炫啊，真的会一直翻车啊！哎，真的是哦。有这边有我的一位彰化最强扛乐器霸子，扛乐器的，我是来扛乐器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叫林嘉颖，17岁。主唱也有吉他，我喜欢打篮球，然后我有学5年的琵琶，我有比过全国学生音乐比赛琵琶3名，学校歌唱比赛3名，嘉义女中。我觉得听起来音色比原本啊。圆起来好，稍微让它稍微丰富一点，尽量想象自己是摇滚巨星之类的，会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。我很烂，加油。